我们开放 call in 哈，第一位是高雄的钟先生，钟先你好，钟先。喂，你好。哎，钟先你好，嘿。我刚刚听那个有关你台电那个螺丝的问题啊，嗯，那六颗螺丝到底是库存的还是进口的？一定有一个时间嘛。嗯，那可以调那个单子，我们只要分辨到底是还是不是，嗯，就很确定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做真的还是假的。嗯第二点，在讨论台电员工的薪资哦，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呐。嗯，因为我不是台电的员工啦。嗯，因为我去看了一下资料哈，一个民营化的公司中钢，嗯，在2010年调薪的时候，他们调的福利金1%，嗯，22,000，然后他们调的薪资2%，嗯，24,000。那他们的薪资平均薪资是220万，我们不要讲说220万啊，就110万就好了，一般。嗯。那一个民营的公司，平均5年的股利1.8块，每个员工的薪水有可能到达110万，那为什么一个台电的员工没有办法到达110万？嗯。那即使是台电的亏损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大家都要拿钱出来倒贴？嗯。还有一点，就是像那个我们。其实我们说一直在发展电力这个问题，嗯，那为什么我们对太阳能这一块的区域我们不去开发呢？嗯，很简单的，我们一直在发展火力、核能，嗯，那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从我们本岛自身的工艺去产生复苏的东西，一直在发展这些。嗯，那我们发展太阳，我们既有那么成熟的工业，我们不去发展，我算一算，我在那个报章杂志上看的资料是。只要0.3%的撒哈拉沙漠就可以供应欧洲的电量，那我换算过来台湾是大概900平方公里。嗯，那我们大概有900平方公里来发太阳能的话，不要说完全取代，最少一半也可以取代吧。那在这些更替性的物品更可能产生我们本身的工业的复苏，为什么不去做呢？嗯，要花1000亿、2000亿、3000亿去做核能，做那个呢？嗯，是好。那如果我每次要问执政党的话，你要问他什么原因，其实不用问那么多了，你要问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东西，真的还是假的，这样就好了。嗯，好。你问他，他会打太极拳呢，啊。谢谢哈，哦。来，苗栗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彭先生。喂，彭先生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啊，郑大哥，哎，安尼，喂，有哦。你好，啊，你好，有啊。哎，郑大哥啊，大家上天，大家好啊。你好，哎呀，哦，我今晚。哦，做司机安尼，即无头路啊！啊，本地就是哦，啊即嘛，即嘛，啥物拢起，啊头家拢甲我借薪水落去安尼啊！嗯，哦，啊即嘛尾啊无效啊啦，哦，尾啊伊临港伊也无伊无阿多算的时阵，伊嘛是过大陆啊啦，嗯，哦。安尼啊，彭先生，你是塞游览车，还是塞电车，还是塞啥物？我塞游览车。游览车，是啊，那什么游览车会失业呢？不是讲中国客很多。游览车。啊，是不是讲中国客人很多？嗯，游览车就是伊即马薪水，嗯，就是含即个司机落去安尼啊。哦。油电气啊。哦，安尼啊。好，是安尼吼。哎呀。好，彭先生，你即马做游览车司机一个月才有偌济？无油罐车啦，油罐车哦，你开油罐车吼，油罐车不是干那中油污呀，排数嘛，就是有造价有钱安尼啦，哦，算抓的就对啦，好，安尼啦，是，所以讲安尼地区吼，大家拢食袂消啦，嗯，安尼啊，好，彭先生多谢，后来台中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喂，大家好哈。你好，李先生。嘿，我看其实吼，其实安尼吼，因咧国民党安尼吼，伊买遮物件吼，其实嘛袂讲足贵个啦，因为你大家都可能袂记哩，其他卖个体谅啦，因为咱之前你莫袂记，伊迄种花博干那一个应采都买偌济钱啊了，对无？啊，这安尼那有这那有算贵，对无？啊，所以吼，咱大家吼，可能爱吼爱知影，就是讲吼，咱这吼无良个政府吼，比这贪污个政府搁较可怕。嗯，系啊，好啊，那像啊政府安尼吼，要做遐简单，吼，对啊，对啊，佮高考拄着问题，钱也无够开，加税起价就好啊，对无？有够简单，做好做，大家马上来做。对，嘿嘿嘿，安尼嘿，谢谢。好，先多谢。来，板桥邱先生，邱先生，邱先生。啊，洪姨你好啊。你好，邱先生，你好，嘿。哎，你早期我今年时代吼，我今年60岁。对。啊，我早期我爸爸是在国营事业里面，嗯，哦。
就是现在板桥的中本，以前是毛纺厂，现在标出去的那些，他们我早期我听我爸爸在讲，所有的采购，清一色都要经过特定的人士，血统纯正的，深蓝的，在国外，在美国设立顾问公司，经过他们才能采购，绝对不能直接。直接跟像哦，比方奇异、中鱼那些，那个肥扣，到最后要追查，一定丢掉。我跟你讲，但是现在有可能，他用人头美国人士，但是那些国外的顾问公司清一色，绝对要血统纯正的中国人。不是咱台湾人的国民党啊，是行利用假啦。我跟你讲一些很多重点哦，你要追查的话，绝对到最后所有的文件一定丢掉。洪医生，这是我自己那时代，我老爸常常在讲的。会听话有饭吃，不听话没有饭吃。国营事业里面这些员工那些啊，搞个福利给你那些啊，那個、嘿，人讲低着假村的分哦，劳动出来吼、哦，啊，人有食个素素狗，安尼啊，人个好料的拢人因食去啊啦，啊，血统纯正一定要芬兰的真正的，是，这一类中国人呐、啊。多谢哈。后来台南陈先生，陈先生，陈先，你好，陈先生你好。喂，陈先生，你好，大家好。你好，嘿，你好。啊，继续刚刚那位观众。好、哦，就是我们来讲，就是啊，国营事业的一个涨价，是由马先生这里来当一个烂好人。那这个烂好人的一个结果，就是让国营事业所属的一个体系能够有甜头可以吃啊。那就刚刚那位观众讲的，深蓝的这些所谓的公部门，那他们取得到所有的优惠，哦，举例18%的一个恢复。还有就是放任国营企业的一个涨价，造成社会的通膨，压迫人民，你就是要听从我的命令。那再来就是你来压垮这个经济，刚好就顺应到大陆的一个政策。那所以我是认为说，民进党以前的这个时代是严加看管这个政府。那造成这些国营事业体系及公部门对于民进党的一个不信任及不爽，所以说你想民进党会赢吗？大家有甜头吃的时候，我当然都是一定支持他嘛。所以这一点也请民进党考虑看看。好，以上。哦，陈先生多谢。哎，台中林先生，林先生你好，林先生。你好，林先生你好。哎，你好。哎，你好，林先生，请讲。我刚刚哦，咱台湾应该运动起来。袂使啊！哎，马政府安尼继续落去啊！我感觉哦，哎，逐项落去，咱应该稍微爱运动一下啊！对不对？是，好，这个其实啦，我觉得啦，咱要请马，咱要那要像马总统讲啊，台电中油亏损，我就给起价，那这个代志唔免伊啦。这代志我买下，这代志像赵天麟伊囝都一样，对不对？选马总统是要干嘛？是要你改革嘛？到底台电为什么会亏损这么严重？它的经营结构、它的管理、它的人事、它的采购，但是这样不做，好、哦，大刚啊，大家大家大家百姓起价。来，接下来是台北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洪先生你好，哎，陈先生你好，我想说，那个在 Facebook 上面有大话的粉丝团哦，那能够请你把这些有些资料把它PO到上面去，例如说。你可以像那个像跟立法委员他们一些委员会他们所开会的内容或什么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不然你像刚才林委员所讲的，他们在委员会里面是决定这样子，可是到了议会里面要去表决的时候，对，又退缩了，对，那要让我们知道这些立法委员到底是谁，让他的选民来对他们施加压力，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最大的民意机关的立法委员，那我们只能靠他们来帮人民发声，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资讯，所以要麻烦洪兄你在这方面帮我们
帮忙一下，这样子。哦，我尽量，再麻烦你，好好，谢谢啊。好，谢谢陈先生哈。来，台中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你好。哎，你好，林先生。哎，你好。哎，你好，林先生，你好。哦，是认为这样，我们的政府啊，真的是非常的无能啊。那我们去年呢、啊，明明知道国库已经没有钱，他还要借钱去加薪，调薪公务军军公教人员调薪3%，然后现在呢没有钱了，啊，所以啊没有钱当然要补啊。所以哪讲那个了不要紧，我紧，但是你做公务员开了了的钱，再要过来，甲咱这百姓来过来哦。啊，这实在，有一点说不过去啦。是。哦，我要表达的是讲，政府你要迄个是应该爱专体考量，不是干那讲为着某部分呢，迄个集团好，迄个哦财团然后然后那个啊军工教他们都照顾得很好，但是我们一般的百姓就没有办法。是，好，多谢这位林先生哈，这个啊。昨天我有给大家看中央社，今天这是苹果日报，讲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多少？3.48啦。还是呢，马总统甲大家讲6.33是不，当年拢六呢。六的意思是颠倒，要增加六。还是啊，今麦增加偌济多高？增加三多高啊？啊，但是颠嘛是够你弄啊，吼、哦。啊，想到咱那都较济，根本都拢剩呢。然后佫去甲财团佫买，一年佫会赚200亿。不是买200亿哦，是赚200亿。是今年哦，大财团赚200亿哦。好，为什么要我们百姓来付这些钱呢？什么样的小偷会去偷？那个叫什么收据？购煤收据。购煤收据。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